奇乐起动，共有七篇家居运动短片，每篇有不同的训练目的，由物理治疗师教大家用运动去改善不同的身体状况。老友记，以后在屋企都可以做运动啦。常知腰背篇，阿婆，啲碗碟等我执得啦。好啊，煮餐饭要成个钟，唉，成身都攰晒，有时天气唔好啊，仲腰酸背痛噶。我知道你辛苦啊，婆婆，煮一餐饭又洗又切，我哋翻咗工又帮唔到你手，不如咁啊，我教你一套咧喺屋企做到嘅简单运动，可以强化上肢同腰背肌肉，咁会少啲腰酸背痛噶。好啊，喺运动之前，等我讲下有咩事项要注意下先。老友记，如果你患有慢性疾病或曾经接受全髋关节换臼手术，在运动前应该先咨询医护人员的意见。如果身体不舒服，就不适宜继续做运动了，应该即刻停止和尽快看医生。只要你不需要任何辅助器具和不用人帮你，都可以很稳阵地坐在张凳上面活动，就适合做这个运动了。以下落嚟就系所需物品：运动鞋以保护双脚，预防跌倒；一张有椅背而且稳固同唔容易翻侧嘅凳。为咗安全起见，运动嗰阵建议凳要尽量靠墙啊。有碌嘅凳或者接凳都唔适合噶。大家可以准备定一个水樽，水樽嘅容量大约300至500毫升。为了拎得稳阵啲，最好找啲中间窄身啲嘅水樽。初初开始，你哋可以入少啲水，之后因应能力自己增减水嘅份量。运动时应该会有少少吃力，但唔应该有唔舒服噶。上肢腰背篇，呢套运动可以强化你嘅上肢同腰背肌肉。全套运动大约需要做8分钟。是时候做运动啦，我哋坐出少少，要坐稳啦，成个 pat pat 都喺张凳度。好，热身先，一起跟住我哋做就得噶啦。3、2、1，起动，好似跑步咁嘅姿势，轻松咁摆手踏步，轻轻咁踏。我哋挺起胸膛，眼睛望前边，踏步嘅时候，双手自然前后摆动就得噶啦。记住要保持自然呼吸，初初学可以找人陪住一起做。大家活动完手脚，我哋一起伸展腰部啦。跟住落嚟系左右伸腰，双脚微微分开，一只手扶住张凳，另一只手举高，腰尽量向侧弯。我哋会每边重复做6次。你会感觉到腰侧有轻微拉紧，大约保持10秒。挺起胸膛，眼睛望住前边，个头跟住微微侧向一边。一只手继续扶凳，另一只手举高，尽量向侧弯腰。动作唔好急，唔好错啊，要慢慢嚟，继续努力。眼睛望前边，个头跟住微微侧向一边，嗱，保持自然呼吸，唔好闭气啊！我哋会每边重复做6次伸展，令到肌肉同关节都冇咁紧，减少身体受伤嘅机会。要量力而为，千祈唔好勉强啊！左右每边最后3次啦，嗱，坚持住啊，继续跟住我哋做啦！记住保持自然呼吸，加油啊！左右每边最后2次，做得好好啊！做得好，俾心机啊，继续努力。
左右每边最后一次啦，俾心机啊！伸展完，大家系咪觉得条腰冇咁紧呢？而家开始做强化上肢同腰背肌肉运动，准备好你嘅水樽啦！跟住落嚟系转腰提举，双手揸住水樽，伸直手举起到膊头嘅高度，慢慢转腰，眼睛望住支水，水樽向斜角举高。手踭尽量伸直，留意身体唔好倾前，保持挺腰收腹。我哋会每边重复做八次，这个动作可以强腰护背，有助减少腰酸背痛噶。嗱，保持自然呼吸，唔好闭气呀。眼睛望住支水，手臂向斜角举高，个身尽量唔好歪埋一边，加油啊！要量力而为，千祈唔好勉强啊！有唔舒服就要停。继续跟住我哋做啦，坚持住啊！要记住挺直腰背，大家都好努力喎，俾心机啊！左右每边最后三次啦，继续跟住我哋做啦。个身尽量唔好歪埋一边，左右每边最后两次，差唔多做完噶啦。记住要保持自然呼吸，动作唔好急，要慢慢嚟。左右每边最后一次啦，加油啊！跟住落嚟系双臂后撑，呢套动作记得张凳要贴住墙做啊！为咗方便大家睇清咗个动作。所以我哋而家就唔贴墙做，但你哋记住，张凳系要贴墙做噶。双手揿住凳边或者系扶手，用手臂力将身体升高，个 pat pat 离凳，手踭尽量伸直，动作好似由坐低起身咁。升高嗰阵，身体微微向前倾，但系唔好中得太前，以免跌倒啊！眼望前面远啲嘅地面，令到条颈可以自然伸直。我哋会重复做八次，跟住我哋做，大约保持五秒。双脚分开，平均受力。大家都好努力喎。如果近唔起 pat pat 嘅话，做嘅时候只要尽力撑直手踭就得啦。pat pat 唔好勉强离开张凳啊。仲有三次，就嚟完噶啦。大家记住张凳要贴墙啊！这个动作可以强化上臂同埋腰背肌肉噶，身体微微向前倾就得噶啦。仲有一次咋，掂啊，差唔多噶啦，保持自然呼吸，好嘢！大家做得好，我哋完成啦，能力许可。建议每个强化肌肉动作隔日做，每边做10至15次为一组，可以做1至3组噶。
运动过后最多只会攰一阵，就算肌肉酸痛都应该只会是轻微和短暂的咋。持之以恒，你一定会感受到运动带来的乐趣和功效。